不是连轴转两天不睡觉，两天不睡觉，就是拍完戏然后再工作，工作完之后再洗个澡去拍戏。哇塞，那你真的是真的，你熬得住吗？就硬熬啊，就很多人没有了，只有两三个小时。啊，那没有没有，就两天都不睡觉。你两天不睡觉啊？你在干嘛？就是拍完戏然后再去工作，然后工作完之后现在吗？之前那个戏，陈情令，所以这个戏比较爽，对，就很轻松。那个戏就古装也累，就特别累。哦，还每天还要困得要命吗？脸还要掉下来。对，然后工作完之后，然后就拍到凌晨，然后又去拍戏，拍一天。我以前也是，我压力大就不会起床吃饭，吃不下。我太忙根本没事。你们这么年轻，为什么会有压力？有啊，我有紧张，有过一次紧张是吗？什么时候？就刚录101的时候，刚录一有一点，好多了。我第一次见你，你好羞涩。